昨天, 华晨与身穿衣红西装加背头造型 出席Gentle Monster品牌活动, 举手投足散发迷人气质, 网友直呼, 这是什么盛世巨星, 也太帅了。新店开业, 华晨宇的歌迷火星人们给足了热情, 一大早将门店围得水泄不通, 人虽多但又不失秩序, 不愧是火星。想必GM门店也是喜闻乐见, 试问有哪个品牌能拒绝开业的时候一堆人在门口喊做大做强? 这一波配合真是绝了, 华晨宇听得开心, 品牌听得开心, 火星人喊得也开心, 不得不说花花请得太值了。华晨宇还在活动采访中表示, 今年的演唱会进行了一个新的尝试, 6天演唱会结束后很有成就感, 觉得很值得。华晨宇火星演唱会作为国内顶级歌唱品牌, 在华总导演的带领下取得了非常完美的成功, 未来也让我们跟随华总的步伐, 继续做大做强。据悉, 华晨宇已经是GM合作的老客户了, 小编带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华晨宇成Gentle Monster 过往的精彩纷呈吧。